北京时间12月21号下午，马布里个人博物馆马布里之家在东城区建国门外大街邮政贺卡旗舰店正式揭幕。他也成为了首位拥有个人博物馆的篮球明星。据悉，马布里之家占地300平方米，分为产品售卖区、参观展示区、球迷观赛区、合影区四部分。走进马布里之家，就能感受到浓厚的球星氛围。整个博物馆全部是讲述马布里的故事，从这里可以亲身感受到他狂热的职业精神和永不言败的奋斗历程。现在，马布里已经把很多留在纽约的旧物件运到了北京。他高中时获得的奖杯，他大学时期的纪念册，他刚刚进入 NBA 之后赢得的荣誉，还有他在北京队的照片、奖杯，一切关于他的东西都将出现在这里。以后，马布里之家就将成为马布里和球迷交流的地方，圣诞节之前都可以免费参观。马布里之家将于12月28号正式对外开放。北京首钢队的教练、队友、马布里的妈妈、哥哥、妻子和他的3个孩子也将都来到现场，他们将会一起见证这历史性的时刻。这里大部分的东西都是马布里的妈妈以及马布里的兄弟姐妹这么多年一点点收集起来的，然后从美国运到中国，运到马布里的新家。当谈到这座博物馆，马布里一家人无不潸然泪下。马布里的妻子塔莎在发言时几度哽咽。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马布里，我看着他从男孩成长成男人，成为一位伟大的父亲，这一切都并不容易。作为妻子，我见证过他的荣耀和低谷，但是我一直鼓励他，我也相信他。感谢北京给了马布里另一个家。